Gabby 扮首届香港纹身展，三高手即场献技。香港人对纹身的印象始终停留在黑社会的公仔佬，在外国纹身是备受珍视的传统文化，现代纹身更早已经成为艺术了。为了推动纹身这门艺术，香港首席纹身师沈龙威会在几日之后举办第一届中国香港国际纹身展，云集各地顶级纹身师的展品。因为香港是一个今日来讲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有这么高知名度，连我们周边很多比较落后的国家已经有他们的纹身tattoo convention 的展览会。我成日想，为什么我们香港没有呢？本港纹身师质素参差，缺乏监管是原因。Gabby 认为纹身师必须放眼世界，多啲睇下出面嘅纹身技术发展。因为今次呢个展览会咧，好难得咧，我哋就请到其中有三个嘅纹身师系比较重心啲嘅，就一个咧就系台湾，来自台湾嘅 Dion 啊，被誉为台湾之光嘅纹身师。咁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北京嘅首席嘅纹身师啊，叫小龙啦。咁啊就另外第有个咧就叫来自波兰嘅叫 Davi 啦。咁亦都佢有啲歐美風格嘅彩色嘅大圖。呢幾位紋身師喺國際間屢獲獎項，喺展覽會除咗係欣賞佢哋嘅作品，仲可以積極請佢哋紋身㗎。